译者邱巧珍台北报道，杨丞琳经初级洗颜专科超维米洁颜系列发表会，他透露近来只要没有工作时，愈来愈喜欢以素颜简单擦个口红就出门。一直以来都极为注重保养的他，对于卸妆毫不马虎，不管平常工作再累，都一定会乖乖卸完妆再休息。他说，即使素颜出门，回家后一定还会卸妆，因为外头的灰尘脏污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如果空气不好，出门也会戴口罩。他十分自豪把皮肤养得蛮健康的，从20岁就意识到脖子要保养，但慢慢发现锁骨也要保养。我发现其实锁骨也会有纹路，真正脸部保养应该从胸部这区块就要开始，这是从帮我按摩的阿姨那边学到的。她帮我按摩脸时会从胸部或是腋下开始按，因为整条淋巴按通了，脸部才会开始往上提，而不是只把脸拍一拍就好。他透露一周或是十天就会按摩一次，已经持续3至4年了。杨丞琳笑称自己的好肤质常让摄影师误认是肌肤出油，但实际上是自然透出的光泽感。保养有一套的，她也会将产品分享给妈妈及姐姐。她说，妈妈是比较不花时间查养品的人，都已经60岁，给她面膜也不用，保养步骤比较随便，我都会盯着她做。洗颜专科的超维米洗颜系列自上市以来就迅速创下热销记录，今年超维米洁颜裸卖入第8年，日台连续销售 NO1， 深受消费者喜爱。洗颜全系列也全面进化上市，采用最新保湿导入技术，让浓密泡泡更细致有弹性，并首次推出粉红色版的超维米淡润洁颜乳。而超维米水润卸妆油是全新添加了玄米油净化配方，卸妆同步抗暗沉。杨丞琳自豪好皮肤散发自体光，记者陈一宽社在台日热销的洗颜专科超维米洗颜系列成分全面升级，5月改版推出，法莱丽提供。